我打扰到你了吗？没有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消炎药，你帮我给陆湜祎吧。你怎么自己不给他？我不敢啊，我昨天炸伤了他的屁股，刚刚又把水洒到他的伤口上。什么？你炸伤了我们家湿衣屁股？闭嘴。屁股炸伤，什么情况？屁股就是，没想到他也是。